大家好，我是老爹，欢迎收看老爹玩风之谷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抽啦。我们要来抽什么呢？我们要来抽时尚随机箱。OK 哈，这个时尚随机箱呢，这一次啊，非常的特别，是以皮卡丘下去做造型的哈。它这边呢有这个皮卡丘抱枕，也就是武器哦，打出来的特效，蛮可爱的。那还有我们的皮卡丘粉红服装、粉红耳机，那跟我们的皮卡丘帽子、皮卡丘吊带服，一共是1、2、3、4、5啦，五样。东西好不好？五样东西要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花多少钱可以把这五样东西抽到手，好不好？现在来实测一下，花多少钱可以整套到手？我们现在点数有26000哦，我们来实测一下，花多少钱可以把这五样东西都抽到手？我要先讲哦，我个人抽时尚随机箱的运气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所以今天就特别的刺激啊！我讲真的啊，真的我的运气真的是不错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今天又穿这个欧洲 T 的加持，我相信今天应该是可以早早结束了啊、哦！我。这个应该是不会到这个红牌吧，应该不会吧，随便 OK， 反正不管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马上来抽我们的时尚随机箱吧。如果钱还够的话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抽一下萌兽卡包啦，但我们就今天先拍一集抽时尚随机箱的。 OK， 十箱抽， Let's go。 来到第一组哦，第一组如果就出一个的话就还不错， Go。 非常的 lag 到爆，按了没反应。 OK， 这个你们的箱子坏了，可以要求退货吗？有了，出来了。OK， 一个高级护肤券。OK， 唬人的齁。再一次，零。再一次，翅膀，可恶，没有。再一次，第三次，翅膀，零。来第五抽，翅膀，没有。再来第六抽，翅膀，零。来喽，第七抽，翅膀，没有，零。第八抽，翅膀，最后一抽，来个翅膀吧。最后一抽，那个，最后一抽该出一个翅膀了吧。OK， 前十抽零。其实我每次十抽都会有一个翅膀啊，怎么这次运气那么差？没关系，这个都只是前面这个唬人的，都是唬人的哦，唬人的啦。我们现在再来抽十抽，相信这次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哈。来 ，Go， 还是没有翅膀。再来一次，还是没有翅膀。这是第二组喽。再来，还是没有。哇，看来今天是不是不太适合抽时尚随机箱呢？是这样吗？到底民国几年才会给一个翅膀呢？是吗？是太多人在抽吗？最后一抽，20抽零翅膀，太扯了吧！平常我没有那么飞的啊，这不是平常的我该做的事情欸。20抽零翅膀，这不是我想乐见的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不管了，30抽再拼货，30抽应该要出个两个翅膀了吧？我刚前面给你抽那么多抽了，来，真的觉得相当的累，是因为太多人抽吗？我们抽完这10抽重进一下好了，有了翅膀。皮卡丘抱枕马上就来了，武器啦，最贵的武器先出来啦。OK， 接受，再继续努力。我们目前还剩下4样东西要抽，4样哦，好不好？其实它第二套主打也还算可以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把皮卡丘全部抽出来。第30抽剩2抽，剩一抽，没了。好，那么平均值一下，我们花了700多块，快800块，抽到了第一个武器皮卡丘抱枕。OK， 那么我们距离目标还剩下4样东西哈。那因为现在有点 lag， 所以我决定先重进一下。第40抽，再接再厉，剩6颗，我们的第40颗剩6颗了。出翅膀的几率真的是偏低耶。对啊，我觉得有点。这一次真的蛮难抽的哦。果然，那种热门联名。真的，热门的是不是都有点难抽啊？OK， 欧宝不行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40抽只出了一个，那么我们继续第50抽，马上进入第50抽了，好吧？我们不浪费大家时间，第50抽马上开始。OK， Go！ 现在因为伺服器刚维修完成，所以会有点累个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等它50抽。好，再来，真的很久，再来，有 feel 了，再来。哎，快点啊！哦，有翅膀哦，皮卡丘吊带裤，碎了。50抽第二件可以接受，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剩下的4抽抽完，还有2个。有翅膀吗？没有，可惜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抽到2个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目前呢，我们抽到了这2个。好，那我们还有帽子、耳机跟粉红套服。帽子、耳机跟粉红套服，我目前最想要的是耳机跟帽子，因为我觉得这2个最可爱。好不好？目前目标就这2个，最可爱的就这2个。好来继续吧，让我们的欧洲继续延续下去吧。狂冲！来第一抽，现在已经是第51抽了。截止目前为止，50抽开到2个了。哇哇哇！超快速哦！哦有翅膀！哇，
薰衣草法箍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是另外一个主打。不过既然也是，那就算了啦，我们把它存进去吧。另外一个主打的东西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继续抽。剩四发了，剩四发了。哦，来了，哇！结果是葡萄柚奶油，这应该是脸吧，脸饰吧，可爱的那种脸饰，涂口红那种，也不是口红，腮红啊。不过至少我们这一次这几组至少都有出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抽到什么。腮红，然后跟发箍，哇、哦，这个发箍瞎鸡巴丑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没继续说不过去啊。来，这个应该是第七十抽吗？对，这应该是第七十抽了，第七十抽 ，Let's go！ 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四五七，哦，马上翅膀。又是腮红 ，OK， 两个腮红 ，OK， 两个腮红，好，可以 ，OK， 没关系。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伺服器已经渐渐的稳定了，翅膀的几率也渐渐的稳定了。大家有发现哈，翅膀几率渐渐稳定了，我们几乎每一组都出一个翅膀了哦，表示后面一定会越来越旺，越来越稳定啊，稳定出皮卡丘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翅膀又来一个。碎耳机 ，nice！ 我们这一次第七十抽直接出两个，一个腮红，一个耳机 ，nice！ 这波真的 nice。各位观众，那我们就剩下两个东西了嘛，剩下一件服装跟一顶帽子哦。帽子是我最想要的，因为帽子真的太可爱了。帽子是我最想要的。哦，又来一个翅膀，哇！碰碰风之谷，这是武器耶！哇，我们这次好哦，我们这次十抽三翅膀耶，十抽三翅膀，你敢信？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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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把另外一个主打的武器也抽出来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们先把这些放下去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一百抽里面抽出了哪些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目前抽了八十抽了嘛，所以我们要进入第九十抽哦，第九十抽，来九十抽先购买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一百抽里面抽出了哪些。九十抽，哎，九十抽就毕业吧，好不好？九十抽就毕业，这波直接出两个啦。好不好？帽子加衣服，两个一起输，要不要？欧到飞天那种。来，持续努力，继续努力哦。翅膀该来了吧 ？Hello， 来，翅膀来了，又是碰碰风之谷，两把武器啊。不过蛮不错的是，至少我们抽到的是武器，而且我们这一组也有抽到翅膀啊。来了一百抽了，满一百抽了啦，满一百抽了，一共花了2700了，好不好？满一百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百抽里面能不能把最后两个抽出来呢？就至少要出一个吧。目前我们抽到三个皮卡丘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是运气，真是很好很好啦。但私心还是想要帽子跟衣服，好、哦，零，再来零。我快变成广播器大亨喽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零 ，OK， 零。好，我们目前抽了一百抽了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我们有抽到一个皮卡丘抱枕，一个皮卡丘吊带裤，那跟一个另外一个主打的薰衣草瞎鸡巴丑发箍，然后还有这个碰碰风之谷的这个武器，它应该是吹泡泡的武器吧？那再来，我们还抽到了皮卡丘耳机，那跟两个腮红，跟第二把的碰碰风之谷。OK， 好，不多说了，我们继续了，我们这是第200抽的第110抽。够四样东西了，这是第五样了，这是我们第110组里面的第五个箱子。100抽八翅膀，所以平均其实就是10抽一翅膀，那感觉还不错。哦，翅膀来了，又一个耳机，两个耳机了，为什么要给我两个耳机？我需要的是帽子，不是耳机，好吗？没关系，有就收。最后两个有没有机会再开一个翅膀呢？零。OK， 第110抽的时候又抽到了一个耳机啦，还不错啦，还行啦哦。那我们继续努力嘛。哇，真的要零了哎！不会吧，最后再来给我一片翅膀，真的哎！哇、哦，薰衣草、帽 T 啊，接受啦接受啦，可以啦，至少是我们没有的衣服，好，可以，还真的最后一个给我海底捞月来了一个翅膀 ，OK， 可以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我感觉我们另一边的主打也快收集齐了哎，好扯哦，哎呦，闪退，该不会我刚刚抽的东西全部回收吧？没有这样的吧，橘子，不要这样哦 ，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等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吧，终于现在12点呢，伺服器似乎恢复稳定正常运作了哦，所以我们继续抽吧，那我其实也忘记我自己到底是抽了几抽了哈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记得是110抽吧，我们就当作是第120抽吧，我们继续抽好不好？应该东西是没有少吧？我检查一下啊，对，东西没有少 ，OK， 很好，保险东西没少。那么我们继续吧，这应该是第100多少抽啊？第120抽吧。OK， 那么我们马上来开抽吧，第120抽 ，Go！ 哦，马上有翅膀，哎呀，嘟嘟脸啊，拿到一个嘟嘟脸，这十抽已经一个翅膀了，还不错，好兆头。能不能再出现翅膀呢？这还是第一次拿到这个嘟嘟脸啊，还没用过，也不确定好不好看。哦，又一个翅膀，帽子，碎了，终于来一顶帽子哦，
终于来了一顶帽子。听说这一次的时尚随机箱里面有时尚随机箱剪刀，哎，那现在我是抽到了第120抽，看看我们最后的第130抽能不能抽完。好，没了，第120抽没了，接着进入了第130抽，目前我们只剩下一个了，只剩下一个啾啾服装哦，只剩下一个啾啾服装了，来看能不能在第130抽的时候凑齐，好不好？第130抽，现在只差一个。哇，又是腮红啊，腮红要来几个啊？不过我们这十抽里面又有一个翅膀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哦，又来了，连续两个翅膀把衣服抽出来了，各位观众，所以我们总共花了130抽把整套抽出来了，厉害厉害。我们把剩下的抽光吧，还有五抽。我们这十抽里面有两个翅膀，哎，我就说其实我抽时尚随机箱的运气是还不错的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还拿到一把剪刀 ，OK， 完成了，各位观众，整套都抽到了，整套凑齐，一共花了130抽，还不错，130抽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啊，130抽抽到那么多的装备啦，那么腮红其实有三个，这腮红其实有点多啦，那么我们还抽到一把剪刀，也还可以接受，也还可以接受，目前看下来呢是两个吹泡泡嘛，然后皮卡丘套装整套齐了，哎，我来看一下我们还差什么没抽到好了，哦，薰衣草其实我很多都没抽到。我没有抽到鞋子，没有抽到帽子，衣服呢也只抽到了一件，发箍倒是抽到了，这个瞎鸡巴抽的发箍倒是抽到了，但是我们的皮卡丘的全部都抽到了，五样到齐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恭喜恭喜啊，恭喜啊，哦，这一套呢其实应该是要给小猪的啦，好不好？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己穿穿看，感觉还不错哦，穿起来就像这样嘛，蛮可爱的啊，很可爱哇，皮卡丘的东西真的都很可爱，皮卡丘的东西真的都很可爱。嗯，这一次这个皮卡丘蛮香的啊，哇，这个嘟嘟嘴也好可爱哦，天哪，真的很嘟哎，这个嘟嘟嘴蛮可爱的，真的蛮可爱的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啦。我们跳出去好了，我们跳出去来穿一下这个服装，看起来就像这样哦，很可爱哦，很可爱哦，嗯，非常非常可爱哦，我觉得感觉起来哦，武器的话是不是比较适合拿雨伞啊？嗯，对，你看，很可爱，整套皮卡丘非常的可爱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这个其实应该女生戴会更好一点啦，哦，耳机我们还抽到两个，真是不错。我发现我的这个发型有这个护目镜，加起来整套的感觉有特别的不一样。我们来换个发型好了，哇，坏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现在不能换发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整体而言，这一套非常非常好看啦，哦，就大家值得拥有啦。这次时尚随机箱会蛮喜欢的，是因为我们都蛮喜欢皮卡丘的。它其实韩版正统翻译应该是叫粉红豆啦，它应该本名应该叫粉红豆才对。可是中文版呢，我们的台服呢就把它改名成皮卡丘，哎，不错，也蛮可爱的哦，蛮可爱的哦。好啦，总而言之呢，这是我们这次的抽抽啦，我们这次的时尚随机箱的抽抽了啦，哦，我们应该是花了130吧，没错的话应该是130吧，130抽吧。那如果我有讲错的话，再请剪接师打出我最后是抽多少啊？我记得应该是130，没记错啦，哦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订阅我或来我的粉丝按赞，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哎，这一套真的蛮可爱的啦，哦，大家值得你拥有啦，好不好？大家欢迎去抽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